这是一个有声视频广告模板，下面我们将更换模板原背景音乐，点击进入编辑器。这个视频模板已有音乐，红色音乐文档代表模板原来的音乐。在左边的多媒体库存中，输入关键字后选其他要更换的音乐。可以先试听一下选中的音乐或声音，确定后可点击插入作品或此处放入希望更换的对象。如选择此处希望更换的对象，那原音乐就会被取代。注意，请记得先点击原音乐，再选新音乐。点击此处删除该音乐。删除后再加入另一首音乐。编辑完成后，保存该视频。